Silent night. I only have好嗨呀、啊！又在过圣诞节的感觉了。很兴奋哎。圣诞老人村，大家这个路口一进来啊，这右边就有一个 Meet Center 的一个地方，不确定是什么样子。然后那边有 Hotel 的 Reception， 那边也可以住了。我们先进去这边看看喽。其实这种地方啊，最一开始我们要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它就是像是一个迪士尼的地方之类的。对，但它就是真的像是一个迪士尼的真卡的一个 village， 但就还是一定要来啊。我们刚走进来，先是礼品店，然后这里就可以去见到 Santa 了。好兴奋哦！真的是不管是迪士尼或者是圣诞老人村，都让人有那种兴奋的感觉。他这边写说，在19世纪的时候，圣诞树是只有放糖果跟姜饼面包，然后到后来呢，有一个 artist， 艺术家，他才在圣诞树上面做了一些装饰 decoration 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在这里，然后圣诞老人看起来是在休息当中，他不见了。然后这里呢，买照片一张是30，坐在这里等。等一下呢，他就会回来给你拍照。Hello。我们刚去跟圣诞老人聊天，聊了超级久，因为他还问我们很多事情。对，他问我们从哪里来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，我们去哪里玩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最后才拍照这样。应该是因为今天都没有什么人，所以他跟我们聊了很久。之前有去过台湾，他觉得很热爱。然后我问他说他去台湾做什么，然后说哦是应该是去送礼物 对吧？他就说对。小朋友很开心耶，很认真在跟圣诞老人聊。他很胖哎。小朋友很认真的相信圣诞老人哎。刚刚那个圣诞老人又有一个其他国家的小朋友来了，意大利的。对，然后他会讲意大利文。他可能面试的时候呢就要面试多国语言。对，然后他也会简单的中文，像是谢谢你好再见这种。拍的还可以。这大张的要40块，然后这个是30块，还是让人忍不住想买。我第一次会想要买这种东西。然后这里就有北极圈的线，这里一条，这里一条，对，跨过去呢就是北极圈，跨回来呢就不是北极圈的。对，66。哦，好冷哦。哎，去看一下那个。在圣诞老人村那边走过了一小段距离，就是我们要去吃这个 Salmon Place。那其实也是可以开车过来，走路过来也是可以。看起来是非常多人、啊。比排圣诞老人合照的人还要多。对。哦、oh, ，真的比跟圣诞老人拍照还要多啊。哎，走，比想象中的快。里面位置没有。好酷啊！蛮小的，可是也没有等太久。蓝莓汁，热的蓝莓汁，没喝过的，蛮好喝的。之前没喝过热的蓝莓汁，就是那个果汁啊，可是它是加热，有点像摩摩的没有酒精这样子的感觉。对，我也觉得，真好。外面烤的焦焦的，然后里面软软的，不会太老，然后我觉得很刚好，很好吃。然后我刚吃这边比较不油，这边我拿的比较油，也很香。如果一个人吃一个，我就觉得有一点可能太多了，有一点小吃不够，就会觉得啊，超级好吃。它尾巴是比较油，油是比较多。对。它后面这一段油脂比较多，两个人吃一份就真的是那种哇，吃不够，意犹未尽的感觉。对，你就会觉得无敌好吃。你看我放鲑鱼在面包上面，
很好的甜点。然后搭这个马铃薯也是不错。然后在烤鲑鱼店旁边呢，这边有这个 Santa's Husky Rock，然后它是2公里45块，5公里75块。狗狗塞奶也是没有狗、啊。看起来他们都去工作了。所以就是虽然入园呢是免费的，但是很多让你可以消费的地方。对。很多让你想要消费。像是买圣诞老人的照片。在它这个 Santa Cruz 的 Village 啊，它其实就把它分成两边，右边呢就是一些礼品店啊，那啊 souvenir 的地方，然后左边呢就是一些玩乐的地方，像是有动物园啊，然后有像刚刚的雪橇车啊，然后前面这个 reindeer 的雪橇，对，这个 reindeer 的雪橇车。在这里走而已，你知道这个园区，你知道它这个酷啊！你看，还是很兴奋的往前跑的。在他这边要搭这个 reindeer 的这个雪橇的话呢，成人是18块钱，然后大家都在这边排队。然后就是那种一小圈的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在他这个最主要的这一栋呢，这里面又有一个 Santa Cruz， 到底是有多少个？我们刚才可不可以拍照 ？Maybe you guys just go inside, and this is something special. So if you like that Santa, when you go and visit him, gives you a surprise present. What'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is place and the front place? Well, this is the original、oh. Santa Claus office. Got it. 原来这里才是。对，我还买了照片。他这里人就比较多了。我们还在想说为什么人这么少。那边都没有人。在这里呢，感觉就是比较有那种游乐园的气氛，而且他场地比较大，规划的很大。不像我们刚才那个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出入口这样子。刚刚那里就是一个礼品店，然后他有一个。真的有人帮你拍照的地方，这样。然后它这里就是有从1楼、2楼、3楼的楼梯这样走上来，它都有装潢，像一个圣诞老人的地方，工作的地方。我可以感觉到前面的料比较有活力，不像刚刚那个没有的眼，我都觉得累了。对。Silent night.你看那边，348天后呢是圣诞节。Where are you from? Ireland? Amazing. So just a minute, please. 旁边就会很拍照。他旁边就放了礼物，就是他刚刚给我吃的，说20块的 surprise。我应该买这个，这个 L 就是他的，他来这边他觉得 amazing。真的是高音。这边啊，这边有写说还有348天之后呢是圣诞节。对，然后这个也很能聊。嗯，这个还有我们从哪里来，然后去的哪些地方玩，我们是不是 holiday？ 嗯，这样。我刚才看到他，我觉得好感动。你要不要哭了？因为他这个比较老。嗯。好、哦，他就说很高兴你们可以来这里，你们今年也要表现好，然后就可以见到我，对不对？他这里就给我们一个 QR code， 就可以。买照片还有影片。这里有油桶，然后它可以记现在还有 for Christmas。我们来写一张给今年圣诞节的我们，好吧？好。然后我们现在去2楼逛逛它的礼品店。
大家都说二楼很便宜。你看，我买这个邮票还是这种圣诞老人的，好可爱哟！赶快离开这，好可怕，什么都想买。然后他就是写自己的地址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我们就不知道他写什么啊。可是这个就是你会有一个 surprise。好了，走了，记得要来到这里才是真的哦。那个才是哦。OK， 好，去我们住的地方。好。好，到了我们在罗瓦涅米这边住的地方，然后这间不会念，我们再把它放到下面。就到了找钥匙的时间。在国外旅行好像很长，都是这样子哈、哦，他会寄给我们一些讯息，然后让我们去找钥匙在哪里。实在是太难找了。他先是放了另外一个钥匙在别的地方，然后后来又说他放钥匙在这边，就是一个 apartment 的样子，也是蛮不错的，有一个小厨房，然后空间也蛮大的。对，就在车站附近。嗯，难找归难找，但是还不错，很大间的，然后2700。对，我们现在在 Rova Navy 的 mall 里面逛街。嗯，然后大的这个 mall 很大。感觉是在这里。我们很难得遇到城市，我们这趟行程的起点跟终点都是在这边。然后我们在这个 mall 里面逛一逛，发现这里也有这间 Friends and Burger。 对，我们第一天吃的这间汉堡店好吃，连锁的，这条街好热闹，然后这里好像到处都是圣诞市集的感觉。有人说来到北欧到处都是圣诞村。这里也 Meet Center， 不是，那我再进去看一次 Free Entry， 走，然后再跟我要拍照。Yes, you can take pizza for me. I am Mrs. Claus. If you like, like this is free. So can I take picture with you? Thank you. Goodbye.太太跟他拍照免费哦，然后跟这个圣诞老人拍照是25块钱。对，好，然后我们现在晚餐来吃这间 Roca， 看知名 YouTuber 介绍的。对 ，Roca Street。牛肉三明治12点多块，薯条是要另外加点的。对，薯条是6欧。你看它这面包奇特哦，包在这样子里面，对不对？一片硬硬的感觉。对，然后有沙拉，然后还有你喜欢的白酱。嗯，如何？我吃大麦克的感觉。嗯，面包蛮特别的。嗯，它这个大小算蛮大的，大概一个手掌。不过你要说它这个大麦克，这个大小，对不对？嗯，一个手掌大。面包看起来很硬，但是其实还蛮软的，对不对？嗯，还不错。它就是加梅奶汁，白酱梅奶汁，肉算蛮多的，你看。嗯，你算蛮厚的。嗯，是蛮好吃的，可是没有到一定要来吃。如果要排队的话，我应该就不会来吃了。嗯，如果说必吃的话呢，就是今天中午的鲑鱼。对，这个就可来可不来。嗯，因为它这个城市感觉也有很多其他东西可以吃。看看它这边，诶，没有肉。